中华民国外交部之郑重声明，巴拿马共和国6月13日决定片面终止与我国的外交关系，并与北京当局建交。中华民国政府致表愤怒与遗憾。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及尊严，我国决定自即日起终止与巴拿马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及援助，撤离大使馆以及技术团的人员。我国与巴拿马共和国邦谊超过一个世纪，瓦雷拉总统政府罔顾两国人民多年休戚与共的情谊，无视台湾长期协助八国在不同领域推动合作，助其国家整体发展，竟为经济利益而屈服于北京当局，执意外交转向，并以极不友好的做法欺蒙中华民国政府到最后一刻。为此，我政府表达强烈的不满与愤慨，并重申不会与北京当局从事金钱外交的进驻。我政府同时对于北京当局诱迫巴拿马与我断交、打压我外交空间、伤害台湾人民情感的做法，表达严正的抗议以及强烈的谴责。中华民国立足于国际社会，仍将坚持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决心，不会有改变。持续推动踏实外交，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争取我国应有的国际地位。外交部同仁也不会畏惧艰难，越挫越奋，以坚定的决心维护国家的利益与人民的福祉。部长您好，三立记者林云凡，我想请问一下，刚刚部长提到说是在隐瞒到最后一刻，所以我们是在9点巴拿马宣布之后我们才知道的吗？事前有掌握吗？另外现在传出来中国是给巴拿马83亿美金的援助，我们这边怎么看？还有就是我们在上一期也是最近一期近五年我国给巴拿马的援助是多少钱？还有未来的计划，就像您说的全部是要终止的吗？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事前的确有掌握。当然在这中间呢，我们也尝试了各种的方式想要这个制止这样的一个发展。第二个问题呢，这个关于这个合作的计划的细节呢，我想既然关系已经终止了，也不需要这个再多做说明。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给巴拿马的援助是多少钱？因为我们知道是五年为一期嘛，是否是2014年到2019年？金额是多少钱？我想细节等一下由我们这个拉美司司长再来跟大家做简报。对于整个的一个事件啊，我们必须要讲，这个双方的这个关系啊，事实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都是非常正常的这个发展，而且跟高层的沟通管道呢也是这个非常的顺畅。但是呢，我们当然有所掌握这个不当的这个举动啊，我想这是我在这里能够说的。那我自己作为外交部长，当然我对所有的外交事务呢要负完全的责任。部长您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玉平。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邦交国就剩下探底的20国，那这会不会是一个雪崩式外交的起点？因为这是一个百年邦交国，另外还有几个国家现在也亮起了红灯。谢谢。我想啊，对于这个我们外交部的同仁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北京当局对我们的外交打压啊，是始自于1949，从来也没有歇息过。我们完完全全有心理准备，而且外交部所有的同仁呢也都会全力来维护啊我们寄存的这个邦交国的关系，我们绝对不会懈怠。
部长，我想问一下，因为那个时候五月的时候，我们的大使到巴拿马，当时一直到现在哦，巴拿马有没有接受我们大使曹丽杰的到任国书？那还有四月的时候，巴拿马代表离任，那那个时候是不是一直都没有派大使过来？是不是也没有相关的讯息？谢谢。刚才我也讲了，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之内啊，这个我们的邦交呢，可以说是双方的交往非常的正常，我们的沟通管道啊，可以说是到了最高的层级。而且就是说是我们彼此间的合作计划呢也在持续的运作，因此呢这个巴方呢是的的确确这个在公开的场合上面呢没有任何的这个转向的这个迹象。当然呢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资料的来源，我们也感觉到这中间有所这个变化，而且我们也采取了这个适当的行动。